传闻聚贤客栈中，江湖奇人、珍奇瑰宝、各路侠士皆聚于此，亦不乏不速之客造访。九星豪杰，小心宝贝。哎，宝贝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哥这边在这给你喝酒呢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哎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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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气呀，姐姐，你别生气了，你别急呀，明儿我就去打听那马贼的下落，怎么样？别生气了，老九，好嘞。我说你这个鳖孙咋回事？你咋能站正了位置啊？你知不知道你站俺大老婆天上，二老婆峨眉山，三老婆逍遥的位置啊？相公，相公，哎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相公。是的，小二，小二，快点上酒了，快点，小二！哎，您稍等啊，皇上，接好喽。二八五。对不住，对不住。没事，没事，再来一坛。马贼来了！哈哈哈！听说聚贤客栈还挺热啊，不如让我们也加入吧。客栈，百态群侠皆聚于此，刀剑诗酒，快意江湖。